各位观众，你哋好，欢迎再次光临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今集我哋会继续为大家介绍收割胡枫嘅生平故事，同埋佢嘅电影作品。1991年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影有一《捉鬼专门店》，胡枫饰演游乐园老板，同剧合演的有许冠英、成灰安、林俊贤、邵美琪、陈淑兰。二《赌霸》，胡枫饰演荷官，同剧合演的有郑裕玲、秦沛。三《豪门夜宴》，胡枫饰演茶楼顾客，同剧合演的有张学友。四《纵横四海》，胡枫饰演古董商胡忌修，同剧合演的有钟楚红、张国荣。五《我老婆唔系人》，同剧合演的有郭富城、关之琳、黎彼得。六《女机械人》，胡枫饰演警司，同剧合演的有吴大维、青山之可子、叶子薇、许晓丹。七《猛鬼狐狸精》，胡枫饰演张五，同剧合演的有吴君如、陈嘉玲、成灰安、黄玉环。八《黑雪》，胡枫饰演 Maggie 舅父，同剧合演的有张曼玉、张学友。九《冷面追击手》，同剧合演的有张敏、黄敏德。十《四大家族之龙虎兄弟》，同剧合演的有吕良伟、郑则仕。十一《灵界风云》，胡枫饰演幼稚园园长，同剧合演的有小柏林、陈淑兰。十二《新精武门1991》，胡枫饰演刘晶的师傅，同剧合演的有周星驰。1992年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影有一《漫画威龙》，胡枫饰演刘晶的师傅，同剧合演的有周星驰。二《蝎子战士》，胡枫饰演费玉书父亲，同剧合演的有钱嘉乐、罗美薇、刘嘉良。三《蛙鬼旅行团》，胡枫饰演饭店经理，同剧合演的有林正英、吴君如。四《妖怪都市》，胡枫饰演铁板神算，同剧合演的有林正英、张国强、陈雅伦。五《龙门》，胡枫饰演林 Sir， 同剧合演的有乔宏、廖启智。六《五月英雄》，胡枫饰演陈 Sir， 同剧合演的有陈宝莲、林丽红。七《艳鬼情未止》，胡枫饰演华叔，同剧合演的有王造时、曹查理。八《九十二霸王花与霸王花》，胡枫饰演胡探长，同剧合演的有杨丽清、吴君如。九《夜夜半肥娇》，胡枫饰演阿丽芙，同剧合演的有吴君如、陈友。十《偷神家族》，胡枫饰演阿 Sir， 同剧合演的有黄光亮、李宝凤、胡卫忠。十一《游尖少爷》，胡枫饰演 Uncle James， 同剧合演的有莫少聪、袁洁莹。十二《白玫瑰》，胡枫饰演莲花妇，同剧合演的有张耀扬、张曼玉。十三《话英雄》，胡枫饰演修叔，同剧合演的有刘德华、张曼玉。十四《特异功能星球人》，胡枫饰演狐仙，同剧合演的有吴君如、钟镇涛。十五《奸魔》，胡枫饰演彪叔，同剧合演的有陈宝莲、曹查理。十六《群星会》，胡枫饰演吉叔，同剧合演的有郑少秋、刘德华。好，胡枫嘅生平事迹今日就讲到呢度，明天继续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你分享出去俾你嘅朋友，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啦。拜拜，明天见。